使咁緊張，控制翻節奏，慢慢嚟咧，仲可以啊。好，呢個波自己跌架，自己跌架啊！何嘢？王貴，你硬好腳法多啊！你自己跌就呢個波。好啦，咁你真係去到左邊啦。時間咧，夏華飛，再接翻嚟，即係啊，自己嚟啊！我諗急咗啲嗰啲變化係嚇，即係好多時就係、陳文飛啊，徐德瑞，即係個高人有幾少咁大啦。其實你睇到其實個波擺埋中間都啱嘅，即係都可以搏一搏啊。咁佢哋亦都有咁嘅遠射能力。咁啊，反而我擔心就係中間而家香港隊嘅中場公路防守嗰度啊，尤其中場嗰個防守力啊。咁你睇到好多次，因為得阿梁健啊、梁振洲幫喺中間啊，好多時有人要衝上埋去嘅話咧，咁變咗兩個閘好多時要收埋嚟嘅話，就會影響兩邊防守嘅能力。咁啊，就我就覺得就係應該等可能要衝埋多一陣，咁啊再擺翻阿阮建文啊嗰啲防守多個防裝，打多個防裝，咁我就直接啲進攻啊靠阿邵琦同阿陳文飛。咁啊睇下金軍捨唔捨得佢啊？佢可能即係口中有啲靈機一觸。不過咧，個郭建邦咁啊，即係我一睇到佢喺下半場咁好啊，其實陳文飛除咗邵琦有啲波，即係用到佢咧，應該會幾好噶。睇睇大家咧就以下半場嘅二十分鐘，好啊！睇睇呢個過頭，蕭奇龍門頂橫咗啦，不過咧就好在冇事，拎住一個清。呢邊咧再可陳文雄定啊，定啊，再擺佢右邊，好啊！睇下點做啊，徐德翠過到得翻幾腳，好可惜，係負甩咗咧三分康源。哇！其實見到徐德翠咧，經常喺右邊咧大大位咧，左腳都係一下殺球。唉，最中意你呢啲啦，有啲誤會就香港隊攞翻停球。若果打和啦，九十分鐘啊，要加時啊，再加再和，當然係一個互射上打。咁呢個時候咧，睇睇香港隊，哎呀，陳少琪呢個咧係篤出嚟咧，就冇乜尺寸啦。咁但係冚老定啊，重新撞入嚇。有人追緊埋嚟㗎啦，好嘢！阿魏豪呢個波撞翻過嚟，咁但係前面咧就未攞到，唔緊要啊！呢啲時候咧就香港球員咧就回防得啦，我盡量啊塞翻多啲人。哎嗱，你努力，哎呀好嘢喎！我仲話你唔夠力添，啊真確似好嘢，咁但係依然咧就俾我哋香港嘅防守球員喺度咧係等你啦。郭建波下邊又醒咗啊，真係咧信心強咗，咁樣差到得，仲控到，唔控到都唔緊要。哎呀呢、這個球彈翻出嚟啊，唔係彈出界啊，真係陰功啊！呢邊咧係打俾我都唔敢咧係硬闖啊！我呢個組織組得好靚，唔好犯規得噶啦，頂住佢加壓嚟啊，冇咁容易。咁中間又俾人咧係揀到位啦。咁但係咧呢段時咧係日本咧控球時間咧就係多好多啊，三招磨呀，轉過嚟，咁睇睇，大啲用壓壓扯埋中間，好嘢，陳國豪高人一膽將個波掟翻出嚟啊！咁繼續咧帶過嚟，哎呀呢邊咧就急咗啲啦，冇計啦咁啊，依然咧就係成為交易狀態。咁啊，日本喺呢個時候咧，因為睇到咧香港嗰個體能包有少下降咧，佢喺中場咧就攞嘅時間咧就攞波時間咧控制比較多啲啊。咁啊，暫時仲係一比一咁啊，成為交易嘅狀態。咁啊，睇睇就喺後邊檸木大富再轉，咁而家咧就慢慢啊。咁啊，日本都精喎，佢咧係呢個時候咧就睇睇啊，開始地波嘅進攻先嚇。咁啊，暫時咧就香港都又攞翻一個界外球啦。其實咧係跟住落嚟咧，我哋喺翡翠台嘅安排咧，將會咧係交翻俾呢個新聞部嘅。咁啊，大家我哋喺 J2 啦、高清翡翠台啦、同埋明珠台啦，係繼續直播，繼續同大家睇嘅嚇。咁啊，睇而家咧喺翡翠台先睇新聞嚇。喂，一啦，下半場嘅二十七分幾鐘啊，咁其實咧就我相信今日呢場波對大家都幾大嘅體力消耗。哇！呢個車前度。勁喎，大富啊！咁但係咧，其實因為包括香港隊唔在講啊，日本隊先個別咧都幾多係自己控球咧俾失咗，呢個都係同體力有啲關係啊。咁啊，打有排鬥啦。咁啊，如果你體力用咁上下啦，咁啊鬥志好啦嚇。咁啊，爪又禁區，又要唔該世界。嗱，我啊取抌翻出嚟俾阿曾錦圖噶啦。咁啊，其實阿少奇咧今日入嚟咧就見其功啦，頂下比較長啦。但係其時刻咧，其實佢。啊，係好多波提好嘅啫，都考慮到真係始終係有周高。誒，冇錯，得一日頭先話，得一日繼續去啦，三川和也表埋中間，
心康瑜再打右邊，即木托子。好，三號啦，好，射得㗎，睇曬波手球，手球。永井軒佑咧係手球，因為呢個波睇佢使咧，追上去應該都可以順勢嘅起腳嘅。挨落嚟嗰下咧，左手掂到。快球嚟噶，喺呢個香港隊嘅後場啊！東亞運足球金牌嘅決賽啊，咁香港同日本啊就係打成1-1，咁再次去到下半場嘅中段啊，咁啊上半場咧日本咧係憑一個角球混亂咧領先一球啦，但下半場香港咧就喺開波兩分鐘，陳少琪咧憑咗好靚嘅組織啊，三腳波將歐陽耀宗 set 俾徐德瑞，跟住頭槌點翻俾陳少琪咧，就一個好靚嘅入球咧係。追成平手1-1啦，咁賽場上面咧，其實咧就睇到香港球員咧就嗰個決心咧好好，鬥心好好。雖然有個別球員睇嘅氣力咧，可能咧都差唔多咧，即係開始磨磨地咁，但依然咧咬住個氣啊！你睇呢啲青哥一樣準啊！佢呢啲青哥咧，如果你唔夠氣咧，稍微爭得你有時咧就爭半步爭半步噶啦。好啦，咁日本咧成日出香港咧就係、睇到好似阿廣啊諗下強攻咁，但係依然唔得話。咁日本始終咧又冇頭槌法啊，冇高波法咧，咁啊對香港嚟講防守咧就係、是。咁呢個憂慮啊，偉文啊，咁啊，的而且確係啦。咁只要中間塞得好，我相信咧，日本隊話要想入第二球波都唔係咁容易啊。相反啊，你睇到其實下半場多咗少奇拍住阿查文飛啫，香港隊兩邊嘅球員係多咗好多波球嘅，有徐德瑞啊，同埋郭建邦，比起上半場係多咗好多，表現係好多嘅。咁啊，希望啊，最後15分鐘咬埋一啖氣，咁啊，睇下可唔可以為香港咧攞到呢件冠冕咧足球嘅金牌啊！我就覺得有機會啦，只要頂住嗱，入唔入波一回事。再睇希臘，喺心口控，你覺得郭建邦劈兩下三下，係俾我佢踢。佢攞出咧第一下控咧就食西啊個波，西出咗去啊！佢控得個波順咧，佢可以做到功夫啊！嗱，就算香港隊咧入唔到波唔緊要，只要後邊唔好失波啊！哎呀，又有一次咁嘅機會啊，唔係嘛過咗啊！嗱，點解我哋咁講咧？就算前入唔到波，只要你後邊唔失波都係打和啫嘛。去到四碼，我點講過啦？成20,000-30,000人對你哦。點同啊？喂，換人啊！喂，日本啊！咁啊，22號咧就係大冢長平啊！咁啊，上一場咧佢都係打後備嘅。咁今次大冢長平咧就係後備入體呢個大碧勇也。咁啊，名氣經驗啊相當大嘅大碧勇啊 ，J 啲嘅球員。咁但係咧今日表現咧可能教練覺得比較一般。喺呢個時候咧就放咗大冢長平咧出嚟。咁啊，香港隊都係喺半場換陳少琪一個嘅啫。咁啊，其餘球員咧而家仲頂住啊！我覺得好似慧文咁講，即係皇家所見略同啦，慧文啊，咁啊，其實因為下半場嘅香港即係都仲係打得住，即係喺幾個位置上，雖然可能有少少體力或者會有啲相差，但係佢好入局地嘅打得，形勢唔錯㗎。好啦，右路殺落去，睇睇呢個咧就啱後入體嘅大冢長平啊，一級右腳散落去，真係做曬好啊，包括黃子鵬啊，喂，黃子鵬體能好好啊。嗱呢啲波咧，其實你咁樣吸翻場再擺翻落去，都俾佢轉身攤喺腳咧，即係佢咧佢仍然有充足嘅體能。你只有人慢一步，你慢半秒都唔掂啊！蘇偉傳入嚟喎，咁呢個時候咧，嗱蘇偉傳係打防守㗎，咁啊呢個時候咧就換阿曾錦圖啦。咁啊蘇偉傳咧佢自己可以打右後防後得，佢埋中間都得嘅。咁啊曾錦圖今日咧就出嚟打右後衞㗎。咁啊上場咧蘇偉傳咧入嚟咧就係劉連日都係打右後衞，但係而家佢又嚟有啲交帶佢啲指示喎，會唔會而佢埋中間定點咧？呢個未知啊，睇下防守場先。一定運戰好用，好定當，你仲唔係拳頭搞掂？阿偉文，而家阿蘇偉傳出嚟咧，你嗰個局會點變咧？或者不變，繼續咁打。咁其實幾特別嘅，其實今日曾錦圖喺右邊咧都踢得好好㗎，佢個位置啊，亦都堵塞到日本隊左邊嘅防守。咁但係去到80分鐘啦，咁啊唔知係咪即係佢自己本身是異常啲啊？可能自己呢個體能有問題啦。先至就將個手蘇偉傳入嚟，咁我相信中間我諗佢唔變嘅，因為咧你做下嘅時候咧喺成呢大嘅賽事嚟講都係睇得唔錯，咁我諗蘇偉傳會唔會都係佢翻去睇即係睇翻周金培咁啊有集嚟住嘅啫。日本隊又嚟啦嚇，即係托子，喂呀機會嚟嘅，因為之後楊哥撞埋咧冇犯規遠射，咁啊好啊，最好你猜啦，呢個大前一攬球比賽咁啊。就因為多得嗰場欖球賽啦，咁所以搞到呢個隊咧就更加難啦。射波又啱啱就係呢個冚上嚟，其實都順嘅，係山川無也，但係咧冇乜好嘅射波。解圍亦都係心口追上去就應該係幾好射嘅，屎屎都冇。我哋波射出嚟亦都顯示到日本其實嗰個伎倆咧就真係偏向單調啦，亦都係發現。
一路做個短傳啊，甚至冇乜效果啦。而家有啲機會遠射都要照嚟。咁啊，其實即係我相信個過程發展落去咧，日本都好多機會呢啲中距離嘅射波。因為始終啊，香港隊個中距離防守唔係話咁強啊嘛。但係即係日本隊嗰個射術就如果係韓國隊咧，肯定唔係。即係遠射嘅能力係比較強啲嘅，但日本隊嘅遠射就唔係咁叻。咁啊，始終都係要靠邊路出波，希望就喺投射線咁樣。假如係太挑，但係都冇壞，都掟出橫邊。咪打如果打即係打得年青啦，打到氣咧，咁啊當然點樣即係撐香港主場。咁啊，真係我覺得呢場波係好似啲河水杯咁，不過就個熱都係更加高啦，或者東亞運嘅足球決賽啊，河水杯咧，平時我一成對一年一度都感受到啲主場嗰啲球員啲威力。小七落去波，然都擺嚟右邊，再壓落去，都幾靚啊！三穿梅啊，走埋中間又得啦，又好彩嚟一腳，哇！真係呢邊再一個球旗踢高，從高而落，但係都頂唔到之後，頂出嚟嘅日本陳偉豪咧就身位上好啲嘅，嗱俾佢手咧壓到佢條腰。你睇下嗰啲防守咧，即係最好一樣咧，就係滴水不漏啊！頭先嘅偉豪咧就追咗出去嘅。追咗佢喎，咁但係你踢翻嚟中間咧，阿志豪啊、蘇偉全啊啲都補翻埋嚟啦，包翻嚟中間咧頂翻嗰個位啊。咁但係呢個而家時間咧就俾咗時間咧，最後咧約個十鐘連埋補時咧，可能都有十二三分鐘㗎。咁但係香港球迷咧就越睇就越興奮啦。咁啊，皆因咧香港真係打得好，咁啊暫時咧1-1。喺嗰啲死球掘落嚟唔錯啊，起碼俾到隊友。咁啊再批咧係停彈咗幾下頭槌㗎啦，來回幾下㗎啦。跟住第三個頭槌，咁我落翻腳俾翻歐陽耀宗，好嘅。第一計啊，第一時間俾啊，等過冇計啊。咁啊，但係咧追咗之後咧，歐陽耀宗咧都話失咗波，立即追翻啦，追住呢個千重大富一俾入嚟，好嘢，梁振邦又擔到個位啊。主要咧真係頂到位頂到好啊。好啦，呢個波未出界㗎，哎好嘢，睇下個情況好嘢。第一爭得出界，第二撈翻正咧入個波啊，彈中咗嗰只腳出界，追攞翻個界外球啊。好啦，轉定個靚身未？一轉俾落嚟，好啦，中間歐陽耀宗又冇追佢出。左腳出就麻麻地，應該角球呢個冇錯啦。哎，又叫啦，又叫啦，有角球咧，又叫我。你話呢個時候咧，俾香港咧係頂入2-1啦。哇！我諗啊，嗰個星浪啊，即係嗰啲分貝都唔知點計啊。不過咁咧就唔怕嘅，上邊啲豪宅都唔會投訴嘅。哇！呢啲大波嚟，大球場最初就話上邊啲豪宅投訴你噪音大嘛。呢家冇噶，冇人投訴啊。你有咩可以落嚟球場啊？特首同志，越大聲越好啊！睇呢個波咧，見咗喎，唔係啊，黃章海話歐陽耀宗開舉高雙手，呢、這個戰術都係咁踢噶啦，哇！哎呀，倒掛添，佢掛得唔應，但係未出界喎，仲可以咧有機會做翻一次啊！有幾多後入仔啊？蘇偉全一斬埋嚟，三個